p r a n a o g s 我是阿育吠陀医师 July。在今天的影片中，我要教大家如何制作酥油，也就是 g e e 在阿育吠陀的传统当中，酥油是所有的油品当中唯一一个能够提振消化火、提能够提振阿格尼消化代谢火的油品。要制作酥油，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干净的锅子。 滤网，还有一个量杯或者是干净的玻璃容器，你可以挑有盖子的，也可以挑没有盖子的。如果你家里面是铸铁锅的话，也很好，因为铸铁锅它的保温功能比较佳，那么你的火就不用开的那么久。的部分你会需要准备一块奶油，我们今天是用两百公克的奶油，两百公克的奶油你大概可以做出一百八十 CC 左右的酥油。 因为它中间会有一些渣渣，我们会将它滤掉，所以你会有材料的耗损。要注意的是啊，我们在做酥油的时候使用的奶油是发酵过的奶油，不管是有机或是无机的，你需要采用的是发酵过的奶油。我们会希望你选用的是无盐奶油，没有其他添加物的发酵过的奶油。为什么要特别选用发酵过的奶油？一方面是因为在印度的传统当中，他们的奶油就是用发酵过的奶油去制作的。 那在发酵过的奶油制成当中，我们主要是将生乳煮沸了之后，在其中加一些优格下去，加优格之后，我们会将它放一到七个晚上不等，让它慢慢的发酵。接着在隔天早上，我们会将这一锅牛奶发酵过的牛奶表层的鲜奶油收集起来，收集了一个礼拜分量的鲜奶油之后。 我们会加水，不断的搅拌。接着搅拌完之后，你会发现表层会有一层乳脂，我们会收集这一这一些油乳脂起来。将这些乳脂收集起来之后，进行后续的加工，它就会变成发酵过的奶油。发酵过的奶油，它基本上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风味也比较香醇。在目前的各个国家来说， 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还有瑞士，我们的奶油都是用发酵过的牛奶来制造的。台湾的话，我听我在台湾的食料课程的学生们有提到，台湾目前也找得到发酵过的有机奶油，大家不妨在网络上面稍微搜寻看看。如果你目前所居住的国家是英语系国家的话，你会需要特别找的是，它叫做 cultured butter。 或者是 fermented butter，否则的话，它大概都会是一般食品工业用快速加工法制成的奶油。用快速加工法制成的奶油，它的营养价值比较低，它所带的嗯、呃、优质的蛋白质与油脂的成分会比较低，就让大家做参考一下。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我们将。 奶油放进干净的锅子里面，锅子里面不要加水，什么都不要加。你只要将奶油丢进这个锅子里面之后，转小火。要记得哦，要用小火或者文火。如果你可以一直都待在炉火旁边的话，你可以先用中火煮到它开始冒泡泡了之后，再转成文火。否则的话，一律都是以小火来进行。 所以，就如影片中你可以看到的，你的奶油开始加热之后，它会开始分层，它会分成慢慢的融化之后，它会分成所谓的很像乳状物的那一层，还有异状的那一层，异态的那一层。乳状物有时候会依照它奶油的制成的不同，有一些奶油的乳状物会浮在表层，有一些奶油的乳状物会沉在锅底。 那记得在煮的过程当中，你不需要将表层的乳状物捞掉，你只要一直不断的用汤匙或者是木匙去稍稍拨动底层的乳状物，让它不要烧焦，让它不要掉掉啊就可以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呃，经过一段时间的烹煮了之后，我的酥油从一开始它底层的乳状物是成膏状的，现在慢慢慢慢开始结块，开始呃结成粒状。 那底层的乳状物也是一样，底层的沉淀物从一开始我的汤匙拨过去，它是可以很自然流动的；到我现在汤匙拨过去，它流动的速度变慢，甚至会开始变沉重。如果你一开始是用中火来烹煮，来烹煮的话，到这个地步你就开始要转成小火或是文火，否则的话它很有可能会烧焦。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两百公升的奶油，大概煮了，我用小火大概煮了半个小时之后，你可以看到的样貌。我底层的沉淀物从最一开始的乳状，变成了现在的半颗粒状、软质的颗粒状。表层的那个乳质也从本来很像比较高状物，现在变成了一颗一颗的样貌。 如果这时候我用汤匙刮一下，你会发现我表我底层锅底的那个沉淀物，它比较成型了，还是软软的膏状，可是它是比较成型的，颜色也从最一开始的乳白色变成现在的金黄色。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一下锅底沉淀物的颜色，当它变成了比金黄色还要再稍微深色一些些的深黄色之后。 你就可以将它，将你的整锅的酥油离火，放在旁边，让它稍微的放凉。离火之后，酥油的油温会继续去加热锅子当中的沉淀物。我们目前奶油煮过之后，你看到的分层的沉淀物，尤其是沉在底部的沉淀物，就是我们一般奶油当中比较不容易消化的蛋白质，还有乳脂。 然而，它们也是好吃的来源。我们现在就要把那个好吃的来源把它给过滤掉，所以你要准备一个干净的量杯，你也可以直接用宽口或是广口的玻璃杯或玻璃瓶。接着要准备一个细木的筛网，这个筛网可以用大的或小的，跟你的量杯或是玻璃瓶合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特别的放任何的呃纱布或者是那个厨房的擦碗的毛巾来做过滤。 只要用筛网就可以了。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煮好的酥油，然后它稍微放凉，不需要放到完全冷。我将它放置过一阵子之后，因为它原本的油温会继续煮它的沉淀物，所以它现在沉淀物变成了比较深的深黄色，然后它的样貌也比较固态一些，比较固态，比较粉状的一些。 当你的酥油煮到这个程度之后，就可以过滤了。如果你煮到这个程度还不将它以火过滤的话，它很有可能会烧焦。那当然，如果你的时机抓得好的话，它有可能会变成深橘色。深橘色之后，你如果再过滤的话，它就会带有很浓厚的焦糖味。带有焦糖味的酥油很适合拿来做甜点，尤其是像所呃我们比利时的松饼啊，或者是美式的松饼。 会很好吃，会它会带有焦糖的风味。你现在看到影片中，我将我的酥油过滤了之后，现在看到网子里面的沉淀物就很明显，它是呈现橘色的，橘色的粉状的沉淀物。这些沉淀物就是我刚刚提过，一般奶油当中比较不好消化跟吸收的蛋白质或是乳脂。不过它也是好吃的来源。我的印度教授常常说，每一次只要在他小时候，他奶奶在做酥油的时候。 过滤出来的这些渣渣就是他们的零食，很像是小时候我的阿嬤在煮猪油，在炸猪油的时候炸出来的那个猪皮、猪油皮。<laughs> 那我们过滤出来的酥油，你可以直接将它放到玻璃罐里面，不需要特别放冰箱。可是我会希望在台湾的话，会建议你加盖子，才不会有蚊虫跑进去。所以今天酥油的做法，你学会了吗？ 你可以拿这个酥油拿来炒菜、煮饭，甚至做甜点，营养价值都很高哦。那 a s t a y